韓國女星具荷拉24日突然在家中離世，終年28歲。具荷拉的家屬發表聲明，表示她的喪禮將會以不公開的形式舉行，又會另設靈堂俾粉絲吊唁。家屬在韓國時間25日的下午3時起，在首爾聖母醫院1號室為具荷拉設靈。韓國傳媒下午發布一系列具荷拉靈堂的照片，可見家屬選用具荷拉身穿黑色衣服、扎起馬尾、佩戴耳環的照片作為遺照，而遺照旁邊就放滿鮮花。根據醫院的資料顯示，具荷拉預計會在27日出殯，到時將會按照家屬的意願低調出殯，俾親友安靜地送具荷拉最後一程。